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谚语常说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”又说：“好事多磨。”这些话，我们仔细观察，可以说。自古至今，中国外国几乎成了一个定律，想做好事，总有人来破坏。这个在佛法里面叫魔障。为什么会有魔障？原因非常复杂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，给一切众生卸下这些怨恨，在六道里面。难免不再碰头啊！碰头的时候虽然不认识，可是阿赖耶识里头结结的那些怨恨不会消除。遇到的时候，它就会起现行，就会起作用。就产生了种种的障碍，这个是在所不免的事情。纵然是世尊出现在世间，僧团里面有提婆大度，有六群比丘。在这个里头扰乱僧团了，僧团外面有六师外道，专门呢找释迦牟尼佛麻烦的，这是世尊当年在世示现给我们看的，换一句话说。成了佛，应化在世间，教化众生，这些事情还在所不免呢。孔老夫子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位的大圣人，他也想做好事的。一生真的在做好事，所受的折磨比释迦牟尼佛还要多，所以我们常常想到世出世间是圣人尚且如此，我们想做一点好事，哪有不遭受魔障的道理？可是怎样把这个障碍减低到最低的程度，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这一定要有智慧，要有定功。决定不被外面谣言所动。古德告诉我们，谣言止于智者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就不会为谣言所动。一定去考察事实的真相。这个样子，这谣言才不攻自破啊！
我们才能守得住啊。决定不能够轻信谣言，魔来破坏我们。说实在的话，他不能用行动啊，行动是犯法的，只能够说造谣生事。所谓是妄语两舌。其余魔的擅长不过如是而已，只要我们自己行得正，坐得正，我们自己对于一切没有要求，弘法利生的工作也是随缘而不攀缘，哪个地方有缘我们多住几天，没有缘少住几天，我们对于这个世间一无所求，真正做到了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我们只有奉献，我们不求利益，我们只是布施，绝不求收获。所以魔的势力再大也不能动摇我们，魔能够破坏人的是你有得失心，你有厉害的这个顾忌，魔才能够伤害你，你没有得失的心，没有占有控制的意念，魔就不得其变了。即便成熟，我们辛苦一点，多为社会众生做一点事情。没有这个机缘，我们自己多自在呀。身心无事，自在安乐。诸位想想，哪里有魔障？所以障缘呢，都是生在自己患得患失的念头。佛在经论里头一再告诉我们，这个念头是错误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皆不可得。事实的真相，相有体无啊，事有理无啊。这个在经教里面我们已经读了很多，听了很多，可是我们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，这也是事实啊。为什么转不过来呢？熏习的力量不够啊。我们无始劫来，在这一生当中，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接受烦恼的讯息，
这个熏习的时间太久了，力量太强。我们在佛法的熏修啊，时间短，力量薄弱，这就是正念敌不过邪念。道理在此地。如何使我们的正念产生力量，收到效果呢？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有密集的读诵受持。所以我们想一想，世尊当年在世49年，天天讲经说法，每一天讲经的时间都很长，不是像我们现在2个小时。佛自己说法，佛也命令弟子说法，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。这个经里面常讲5种人说法，不单常随弟子说法，再加2众也说法。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记载啊。佛用这个方法加强我们熏习的时间，加强我们熏习的力量这个样久而久之，人才能开悟才能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个就是佛家讲的大彻大悟。佛法教学的目的就在此地。觉悟之后就不会再迷惑了。觉悟之后，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现前，不但自己得到解脱，解脱解除见思烦恼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再解除尘刹烦恼，脱离十法界。然后再解除无明烦恼，证得无上菩提。解脱2个字的意思啊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许许多多人修学成就得到解脱了。佛讲解脱的方法称之为解脱门解脱的门径啊，门径就是方法。用什么方法能成就？方法太多了，法门无量，那个法门就是解脱的法门呐。用解脱2个字，比用正果2个字好啊。解脱里头有因有果，我们听了容易明白，
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大德，在家修学的这些善知识，世尊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在经上看到维摩居士、无量寿经里面给我们列贤护等十六正士，维摩是在家佛，贤护是在家的等觉菩萨，他的地位跟观音师智、文殊普贤相等啊！在家居士啊，这都是我们的榜样，都是我们的典型。这一次讲解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介绍贤护菩萨用了六个小时，我们认真要学习，才能够有成就。这一生才不至于空过。佛法讲经说法，意思虽然很多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破迷开悟，这常说的断疑生信。所以我们有疑惑，如何能把疑惑破除，要学习。要从经教里面学习，调查事实真相，我们的疑惑就能断除。这个是智慧的方法了，决定不能说是人云亦云，那就不免要造罪业。事实真相里面还有可以公布让大家知道的，还有不能够公布让大家知道的，这是不是秘密呢？不是，给你知道不给你知道都是爱护你。譬如佛教这个典籍里面，大家晓得的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没有受过戒的人绝对不可以读，那是不是秘密呢？为什么不给你读、不给你看、不准你听？你要晓得这个道理，佛是怕你听到这一部分东西，看到这些戒律，你会批评出家人，你犯了戒，你有过了，你自己造业呀，是这个事情啊，哪有什么秘密啊？佛家里头没有一样东西不可以告人的，但是有世界因缘，你没有这个程度，告诉你说会坏事啊，没有好处，对你自己没有好处，对团体没有好处。你程度够了，你有智慧，你什么都可以知道，什么都可以了解。为什么呢？你通权达变，你能够护持三宝，护持佛法，能够利益众生而不损害众生。
道理在此地啊。决定不是秘密，没有秘密。然后才知道这个世出世间的圣人，他们的智慧确确实实比我们高，他们顾全的地球比我们周远。我们无知，所看的不够深，不够广，不知不觉当中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到果报现前的时候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这个谚语里面常讲，是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这个话意思很深呐。为什么出家人都堕地狱？你自己想想，什么原因？佛的一句话说：“痴迷。”第一个因素叫痴迷，愚痴迷惑，你不开窍啊，你不觉悟啊。什么都要去打听，什么都要去干涉，这是造业。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，他非我不非呀，我非却相作啊，作是往下堕落啊。这个几句话金玉良言呢，我们能够心受奉行，这一生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所以西方人说，众生最大的毛病，念念想控制别人，念念想占有人事物啊。从生到死，患得患失啊！哪里知道得失是一场空啊！真正有智慧的人了解，一切法都不可得，所以他心安，心安理得了，事实真相明白了，心安。一切境缘当中，他真的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所以成就圆满功德。这些话佛不晓得讲了多少遍，后世这些祖师大德我们在一起也都不断在重复。为什么要千遍万遍重复呢？记不住不管用啊，听了的时候哎觉得不错啊，出了门的时候又忘掉了啊。这个就是说我们敌不过烦恼习气，所以为什么经要天天读，要天天听啊，天天在熏习。几时我们正念能够扶住邪念，我们就有希望了，往生才有把握。
念佛的人不一定个个往生啊，看你临命终时能不能克服烦恼。临命终时如果妄想烦恼习气超过你的正念，往生的机会就失掉了。这一桩事情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劝导我们平常要养成啊，你才真有把握。临命终时那个时候很靠不住啊。这是我们要记住的。所以读诵大乘，听教闻法，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非常重要。人劣根性在握的人，如果语言殊胜，闻法的机会殊胜，这个有好的同参道友都能转变得过来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禅体也有佛性的，只是他语言不慎的，他才会堕落。所以佛法讲语言生法，他不讲音生，讲语言生，很有道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